今早早，欢迎收看今天的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祖。先一开始，咱来关心早暗宜兰南澳发生规模高的地震，规个嘉义以北拢在海。气象局是表示讲，无排除这两三天内，阁有规模三的余震。啊，那菲律宾这三个月来已经发生五摆大地震，礼拜一个大地震，目前已经知影造成五个人死亡，八十四个人重伤，即卖还有上无七个人等待救援。地震速报！人当地看电视，轻轻响起地震速报。昨日暗时7:25，宜兰南澳发生规模5.0的地震，地震深度49.3公里。地震测报中心表示，主要是温热带板块烧尖造成的，是地层能量失衡。安那伫晋江宜兰的超市，地震发生时阵，火警唔惊，拢海来海去。就是有哐当一下而已。啊，那时候你在哪边？在这边。对，就晃一下，很大。对，晃一下，还蛮大力的，因为酒架有哐当一下。有哐当。对，所以我想说，应该是地震。然后后面有客人说，有地震。有地震，有感觉啦。对，是有感觉。没有晃很久，一下下而已。国家基金部是地震规模5.0以上，任何一个县市政府所在地，一个震度有4级以上就发放。地震测报中心无排除这两天到三天内，可能有规模3以上的余震发生，所以余震发生机会就降低。好佳在全台拢无传出灾情。不过，伫菲律宾南部的明达纳尔都无遮尼幸运，过去三个月以来，都已经超过20人因为地震失去性命。16救援人员伫倒去的三层楼购物中心找生还者。昨午发生规模6.8的强烈地震，4点钟内，明达纳尔的南纳毛省又连续发生179起地震。这地区目前拢在进行十月份的地震测试重建工程，百姓伤痛到今也未恢复，即马又过一摆受到创伤。记者宋阿报道。再来，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的天气甲昨昏同款，拢是好天，也毋过日时暗时温差较大。来看上新的温度，今日西半部的地区透早低温大约是18度的左右，日时温度会变悬，中南部高温有30度。也毋过自明仔载开始，东北季风会陆续增强，北台湾温度会下降，明仔暗愈晚。北部、东半部雨会愈明显，另外桃园今仔日透早有大雾，能见度只有200公尺，桃园机场的航班也有受到影响。来关心联合国的气候会议已经结束啊，咱环保署甲外交部嘛拢有到位，昨昏因分享成果，咱有甲世界各国进行42场双边会谈，嘛有讲咱台湾伫再生能源、资源回收，也佮海洋垃圾这方面的做法甲成果，要予世界知影，咱台湾伫咧对抗气候变迁一直拢伫拍拼。联合国气候会议刚结束，环保署长刘祖杰昨日举办回国记者会，承认讲用 NGO 的名义来申请报名，也是去予中国压迫，同款去予拒绝。除了伫会场的文宣广告、地铁车厢、巴士车身彩绘、红灯发的电机、油桶车等等，嘛举办双边会谈，向外界宣示台湾有能力会当对气候变迁有贡献。那我们2050年的这减量目标，其实是我们从巴黎协定来的，也就是说，当初是以设定我们所谓。控制温升不超过2°C 的目标来做，有42场，大家可以出来，所以这一点呢，就可以跟大家报告，也显示出这个国际上的重视。在气候会议期间，台湾跟友邦还有较好的国家进行42场的双边会谈，啊，那是瑞典在气候议题内底是带头的人。今年佫头一届派代表跟台湾的官员会谈，加上友邦嘛用发言或者是致函的方式，希望台湾实际参加。啊，那是台湾在再生能源发展、资源回收、还有废弃物管理等等的成果，嘛引起各界注意。啊，不过台湾温管法的这个公约要求减碳目标，205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要降到2005年排放量的50%以下，控制。高科技产业，那我们也许可以让他去把他增加的排碳，他是不是从国外去买这个碳权，然后来抵消他增加的排碳？这个架构都设计在国际的这个公约底下，所以我们没办法执行。
那是气候会议所争论无达成共识的国际碳市场机制，环保署会针对温管法来检讨修正，全国落实污染者付钱的精神。张祖健表示，台湾有电空污费相关的法规来应付。除了安尼以外，台湾嘛甲后面所举办的循环经济研讨会，针对塑胶循环、循环硬件分享成果，透过多方的活动，让全世界知影台湾伫咧气候变迁、环境治理的全球议题面顶绝对袂缺席。记者综合报道。中华方案的产地今年六月份和民众检举说去放放一大堆废弃物，还会造这垃圾水出来，而且臭光光。检方调查发现说是肥料公司还有司机倒空，堆渣下去才发现说这肉品公司破风也有加入这个案。中华检方现在起诉15个人，算算的这条黑心钱大约6000万。黑色的垃圾土堆水流到四界拢是，接一睏头的时间，土地就变乌的，而且阁真臭。另外一位的田，做火车驶来了后，就直接把废土倒伫咧农地，然后用怪手把废土背去排水道。中华红湾附近的农地，去用倒真侪黑色的废土，唔但影响环境，违法的行为嘛，去有检调所证。食品业者跟再利用业者，其实就是为了节省处理这些加工物理的成本，那收受以后不为处理，直接弃置。中华的检方对查，食品加工了后所产生的废土，原本应该先加工做肥料，因为千万业者每一栋要起价1000块，防肥土的肥料科技公司认为讲成本无法度负担，所以部分食品业者甲承担的环保业者，啊，佮有千万业者涉嫌做手不实的千万十连单，而且有关违车定位等等的方式，记载千万业者凊彩处理这挂废土。另外，台南柳营区的河嘛，去用偷倒废土，对这个代志，食品厂的业者表示，以后会加强管控的部分。这因为这是跟我们下面的员工有关系，那外部来讲的话，我们也会积极落实所谓的到每一个厂去做访厂。中华地检署检察官起诉包括暴风等等的食品厂这类型的干部，还有千万业者等等15人，以涉嫌违反废弃物清理法提起公诉。另外，北京真有名的食品业者，无法度证明知影，而且参加违法的行为，所以无起诉。检方对查千万业者用这款的方式来污染环境，不法所得要到6000万。目前已经查扣其中1500多万，啊，不过环保团体反对讲，已经让农地搁一届来受到冲击。有产生大量的渗出水，也许这个也是减少了这个再利用公司的收购意愿，所以我在这边也要呼吁业者，你们应该把你们废弃物产出来的时候，之前先把你大量的水分先把它减少。环保团体表示，这款的行为除了可能会改变土壤的生机质以外，地下水和生态都有可能会受到影响，也快从生产制作过程当中所产生的废料无法度有效管控，对环境的冲击实在是真大。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咱做伙来去现报纸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最近咱台湾的西南部的沿海，满载因为黑海水的影响，数量增加真多。有风声讲，渔民出去出海去抓，一捆头一枚就当抓到价值100万的满载。来看《中国时报》。去年有亚出讲流感疫苗内底有黑点的药厂，法国的赛诺菲药厂，即马阁风声讲心脏病药啊，新达舒10号克的即排药啊，冒黑点。昨昏是药署公布消息，讲因爱回收130万粒药啊，要求厂商伫咧明年正月初到进前爱全部回收，那无上悬要罚500万。来看联合报，台湾健康空气行动联盟昨昏开记者会，讲台中出事的红孩仔有20%，平均伫咧3岁到4岁之间，黑姑喘就会发作会压起来，原因应该是中部的空气较歹 ，PM2.5 会造成黑姑喘，所以木呼吁讲，中会的操作许可袂使有10%的存救。接下来关心劳动部公布上新无薪假的数字，有44间企业即马登在学劳工休无薪假，人数是2249个人，即马是连续6期无薪假的人数超破2000人。高雄跟 HTC Vive 团队来合作，创作 VR 艺术体验。宏达电董事长王雪红强调，讲透过旗下团队所研发的 Vive 虚拟实境，一天第一档，让你甲全世界各大博物馆看了。虽讲真抢眼来出席活动，不离过宏达电所传出讲，鼓励过年进前要裁员的消息。从11月份起，人数到目前为止大概有107人，他全年度的辞遣通报大概有406人。
哦，那他们表示说公司近期并没有这个大量解雇的计划哦。通知劳动局证实，从十一月二十开始到十二月中，洪德定已经裁员近百人，啊，不过也未到大量解雇的标准。新北市府劳工局表示，到目前为止，2019年全年收到洪德定主遣通报的人数是25人。对这个代志，洪德定发声明告回应讲，强调目前营运面顶的改变，是为着要保证外务甲手机啊事业伫未来会当有搁较好的发展。啊，不过针对裁员的人数是不愿意公开。另外，劳动部嘛公布详细的无薪假的人数，家数44家嘛，那实施人数大概都在50人以下。到十二月中，总共有44间企业放无薪假，人数是2249人，其中以金属机电工业上多，有17间，1277个人放无薪假。目前已经连续6期无薪假的人数超过2000个人。跟去年比，只是减少5亿美元。那减少5亿美元，其实大陆就占一半了。所以如果出大陆的话，应该相对的话，出大陆会受到压力比较大。一般企业来讲，他可能都是先开始是用缩减工时，也就是一般外界所说的无薪假。那如果他一看这经济上短期内还是没办法恢复的话，那他可能就会用解雇的方式来处理。劳动部强调，讲企业实施无薪假必须通过劳资双方的同意，若是雇主各方面决定已经违法，依法会当处罚2万至100万，劳工会当向各管区的主管机关来申诉。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万隆航空伫咧顶礼拜五停飞，万航的董事长张公伟一贯的12间公司，即卖嘛引起注意。劳动部昨昏有派人去查，就是惊讲这个公司的财务甲劳工的权益卖出问题。另外，交通部长林佳龙即卖是要求万航袂使干那做退票的登记，却无赔钱。上山机场国内线，万航的班机一律限时取消。万航13号停飞，目前已经受理3万外币退票登记。500名滞留伫海外的旅客，交通部长林佳龙表示，已经伫15号拜日收文完成。虽然我们有成立的消费者信托基金的专户，那政府也会确保这些赔偿能够落实。可是远航不能够两手一摊，放着这一些已经卖出去的票，现在只是登记。而没有马上进行赔偿。针对退票，林佳龙答应会监督赔偿事宜。春节疏运方面也将会协调其他航空公司增派离岛班机，以及寻求军方协助，并且表示远航无预警停飞的事实，被伫短期改变。董事长兼总经理，实质又是财务长，那可以心情不好关机，就让整个公司运转失控，远航是停飞中，这个事实在短期内并不会改变。林佳龙也批评远航，袂当一只讲停飞，一只讲是两公事件，那无安怎面对数千名员工？远航董事长张光辉旗下有几啊间的企业，劳动部这项事自即礼拜起，有警性立场查访化成开发。华孚五路事业电公司以及旅行社建设公司，甲将伫年底要停止营业的华硕上路，伊了解财务甲最近2个月工资的发放改变等情形。记者综合报道。严格远航的董事长张公伟伫顶礼拜嘛有讲，伊根本就无要停飞，嘛讲哦，佮有10亿的资金伫2礼拜内就会入来啊。结果钱也未几百，伊借上侪钱的银行合作金库，说讲因已经去向法院申请对远航解扣啊。顶礼拜，万东航空无就伫停飞事件，而且逼出债务危机，因为万航甲真侪间银行贷款，其中合作金库是上大借款银行，都有22亿外。再去真侪立委伫咧立法院财政委员会质疑，合作金库无依据借款人、借款目的、借款来源、借款确保，还佮授信电网等等银行授信狗屁的原则来核贷，有寡例介入。他的营运也不是那么好，还款来源也有问题。好。债权确保有没有问题？因为安泰借给他的时候还在重整的过程呐、啊，那我们借给他的时间他已经重整完成，而且大概整个营收大概稳定在好，可能这个原因嘿。合作金库表示，顶礼拜代志发生了，就随找远航，而且在第一时间采取相关借款确保的动作。目前已经向法院申请对远航的解扣押，预计7天以内第一当去国税局查掉借保人的清单。啊，不过那是真正甲远航所讲的同款，最近这几天资金的入来，合作金库嘛无希望讲惊拍卖跌下定。
证书。另外，立委也说，2017年民航局过计数对外行查核了后，认为外行继续经营有疑虑，搁安全给金管会。啊，不过金管会公布并底说支持，合作金库所办的授信业务应该要照定受关节自主评估。这个金管会敢是伫替外行背书？闵行停亏啊，又爆发出财务危机。那你们认为是公股管理疏失，还是金融监理的漏洞？之前我们已经有做过相关的检查，一些关系人交易，我们有促进密集改善。郭立雄强调，讲金管会进前对合作金库的外行授信案做过相关的调查，检查结果无性质不法，但是作业方面有疏失。合作金库伫咧贷款了的管理工课面顶毛疏失，已经要求改善。了后，金管会会继续来关心外行授信案的这块确保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政治的消息，我们的关心是2020总统大选剩20多天，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在高雄，他要推撒爱情摩天轮，昨天他回去高雄做事，说要去爱情摩天轮的进度现在会去拖到，都是因为交通部长林佳龙害的，也说林佳龙是没有及格部长。如果针对网络的红人波特王让中国解用，韩国瑜是呼吁说政治反政治，经济反经济。来到高雄地名景点赞里口，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坐白色的西绿花马，甲港党立委候选人同齐，勒杀爱情三角恋。也毋过，其中被韩国瑜看作是关键政治的爱情摩天轮。高雄市甲中央互讲，韩国瑜搁呛交通部长林佳龙无及格。如果动不动用蓝绿来作为交通部执政的标准，林佳龙部长是不及格的。你中央不给高雄钱，你最少你要给我政策。你不给我政策，你要给我祝福。你现在钱也不给，政策也不给，祝福也不给，天天卡韩，唱衰高雄。韩市长他的政见因为实现上遇到我想困难那不应该把责任推给别人。韩国瑜炮打中央，也毋过对捌担任高雄市五位观光代言人的波特王，因为甲蔡英文总统同齐拍影片，遭到中国合作对象解约。韩国瑜呼吁枪伤，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表达小天立场。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下昼到婚礼甲民间业者座谈，批评修订一个辞休过程无听民意，一个辞休和劳资互相无信任，那伊就任会将一个辞休废除。这事情指出台湾观光协会提请做政府补助，引起社会反弹，不排除退股。张善政是记者回应，记者综合报道。若要拼连任的总统蔡英文，伊昨昏是讲，虽望中国的观光客来咱台湾有减少，也毋过来台湾佚佗的总人数并无减。未来嘛会甲交通部观光局升做观光署。另外，网络红人波特王甲总统蔡英文做伙翕一支影片，即嘛引起中国无欢喜，甲波特王的公司切断生理关系。蔡英文是讲，即口说韩国瑜讲中国根本就无可能政治反政治，经济反经济。总统蔡英文在16号出席全国观光政策发展会议，对陆客来台紧缩，也毋过旅馆受疫情增加，讲甲观光产业转型有关系。我们确实把我们观光客来源的结构改变了，从44%的大陆客降到现在的24%，但是我们整体的观光客的人数并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蔡总统增加棚次，政策牛巴比将交通部观光局升格为观光署，创造台湾观光条以上的三代。至于总统甲网红波特王的影片，因为中国总统和波特王被中国合作方封杀，总统表达消停。如果连台湾总统在影片上都不可以聊一下的话，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民主自由跟我们所大家共同珍惜的价值是一个很大的违背跟违反。在中国确实没有所谓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的这件事情了。第一时间看到很不舒服，是第一个他用命令的口气，第二个是总统两字不能讲，这个在我受了教育的认知里面是没有出现过的。蔡总统表示，台湾社会受到中国渗透哪哪哪严重，希望反渗透法会当赶紧立法，保护台湾会当依法有据。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是罗南高雄帮忙补选，对比哪样指控，也甲中国国台办主任回民赖清德讲，这是误会，强调民进党的人是代表人民的心声，维持台湾尊严。随着三件瓦件各电影，那是互相批评，也要捧出政策牛肉牛选票。记者综合报道。
到台北市长外文哲这几日啊，一直用高雄负责3000亿这个问题，伫透底批评总统府的秘书长陈菊。民进党是积极讲外文哲是咧替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做选。外文哲直接应讲，民进党去年伫高雄输去，就爱来面对问题。啊，那针对绿党的通讯市议员王浩武，伫咧政党的辩论会顶头讲，宋楚瑜捌伫中国的媒体讲伊支持一国两制，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直接呛讲乌白讲，四个字，胡说八道。连续讲三届乌白讲话，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反驳绿党通讯市议员王浩武，伫十五政党辩论会面顶讲到宋楚瑜捌伫咧中国媒体表达支持一国两制立场，而且伊嘛质疑是民进党提供消息给王浩武，移花接木的方法去讲一些与事实不合的这个话。我一共发表了超过20几场的公开谈话。都有录音，我没有一个场里面讲过我支持一国两制的事情。宋楚瑜顺续问民进党政府，12月2日高雄有罢韩甲停韩的活动，两个政党大动员，敢有把握未出代志？唔，那宋楚瑜批评民进党，为着要求民众党的声势，郭文铁连续几落工批评总统府秘书长陈菊和高雄负责3000亿，虽望蔡总统真挺陈菊，啊，不过郭文铁加讲，那是真正有成绩，民进党搞好伊大选高雄奈输。我感觉这个郭文铁攻击民进党是要偷偷甲韩国瑜斗三工，韩国政线当在形成当中。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张武晓在人民社铺文批评。韩国瑜的部分完全把郭文铁恶的部分暗砍掉了。不要选举语言嘛，我就讲过啊，你就陈局出来说清楚、讲明白，干得好本来就没有第三势力的空间嘛，废话，就是干不好啊。啊，所以这样的哦，每个人都有他的缺点嘛，诚实面对，这样就好了。我都帮他的标题下，用那个小英当选嘛，台湾要赢嘛，你知道台湾要赢，换成闽南话比起来，台湾得赢啊。想要在哪里两大党当中找到生存的空间，郭文铁锁定国会的席次。伊认为目前的总统大选对民进党是较有利，民进党应该思考的是要安怎在国会单独过半。而且嘛，提起选民，去年大选台湾上大党是讨厌民进党。记者综合报道。内政部的处长陈宗彦捌公开表示讲，政党票转予小党是无彩选票，引起政人批评。虽然伊有伫咧面册会室内啊，也毋过即马国民党甲时代力量是坚持爱伊落台，新党嘛去北检甲告。如果听到，他可能要在想要在政党票的部分去投给其他的政党，那你要跟他说。这个会浪费掉，这个会没有用。小英新主编江美辉模拟投票活动上，内政部处长陈宗彦教投票，说公开鼓励将政党票投给民进党，被批评行政部中立。连当日暗时马上发文讲，作为政务官，虽然选择非公务时间出席扶桑活动，不过发言确实无甲人妥当。新党是大动作，交台北地检署提告，因为违反选罢法，意图使人未当选。他把小党当什么？民主政治有分大党小党吗？为什么票投给小党叫浪费？他除了出来道歉之外，要不要回避这次选举？要不要知所进退？不止行动，一边一个行动党也去台北地检署提告，小党反弹，国民党也开记者会，要求陈宗彦落台负责。陈市长确实应该下台，公开说叫大家不要投小党，而且后面一句话哦。叫大家票票入柜投民进党。身为选举事务的主管机关，公开互选引发质疑。陈宗彦第一时间面册发文后，都无个对外回应。蔡总统是指出，政务官伫公务时间以外做选，拢按照上文规定，也特别注意发言。选举进入最后阶段，言行都会愈细致。记者综合报道。在咱来关心香港，昨透早，香港的特首林郑月娥伫北京甲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习近平是讲，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以来复杂的一年，也毋过伊嘛学了林郑月娥所做的每一项措施，有勇气，嘛有担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跟香港特首林郑月娥16日下晡在北京见面，开场就对香港今年局势做出注解，表扬林郑在反送中风波的表现。2019年呢，就是
香港回归祖国以来啊，局面最为严峻。林郑月娥特首啊，你能够坚守一国两制原则底线，对你在香港非常时期显示出的勇气和担当，中央是充分肯定的。叶清新要求港警严正执法，继续坚定支持你带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坚定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非常感谢主席对香港近半年的局势的关心。林郑月娥才开嘴不久，媒体就被要求贴个电话。在去林郑甲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见面时，强调香港经济今年明显衰退，不过大环境也是主要因素之一。从上半年，其实经济已经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降，当时主要的原因是一些外围的因素，也包括当时的中美的贸易的摩擦。香港经济不乐观，好业甲散车差真济。港府顶礼拜公布2018年的散车情形报告，散车人口1,460,600人，以香港7,490,000人口来算，差不多每五人就一人进散车，创10年来新冠纪录。18到29岁青年的散车率连续3年上升9.3%。李克强要求港府对香港经济社会深层矛盾赶紧研究。外界预估今年经济衰退，明年公布的散车状况会更加恶化。记者综合报道。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昨晚向媒体讲，止暴制乱是有效的，暴徒减少真多。也毋过，香港人认为讲，香港政府未输录音机，因的讲的拢共款。去北京述职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结束行程了后，昨日暗时举行记者会，强调港府工作也是止暴制乱。我是感到受到鼓舞，因为正如大家知啦，呢、這个止暴制乱的工作系并未完全系完结嘅。我哋亦都未走出呢个困局。而除了有暴力的事件，我們現在還要處理因為經濟下滑而出現了很多的將會困擾市民的民生的事件。林鄭月娥特別指出，10個王家如果出現暴徒動怒，就被警方發射催淚彈。針對媒體問說有關基本法第23條立法，伊重申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甲發展利益的立場，嘛講相關立法需要審時度勢，有好的機會甲環境條件才會做。不過香港民眾對特首在北京的表現並未接受。嬲啦，同埋即係瞓醒未咧？佢哋政府係啦，因為每次其實聽就係、是、聽一個錄音機不停去 repeat 又 repeat， 佢哋已經講咗半年嘅嘢，但係其實個問題你見到依然仲喺度，係一啲都冇解決過。咁啊，亦都希望佢哋可以多啲了解我哋嘅諗法，點解我哋會咁企出嚟咯。已经半年的反送中示威，在特首林郑月娥去北京述职期间，冲突又搁变大。昨个暗时，有头戴白色头盔记者叫警察近距离喷火药喷雾，用棍啊一直拍，搁有记者叫随团拍掉，造成正面目睭受伤流血。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法国，因为反年金改革大罢工已经要2礼拜，法国的交通未停未动，未少民众即马是塞车出门，所以嘛造成法国大塞车。因为耶诞假期要挖紧啊，法国的财政部长是呼吁工会，望讲耶诞假期一定爱让民众有火车通好坐。月台顶拢是排队民众，车少人多，拢是人，要上车无遮尔简单。站务人员嘛有分隔伞，好人会当分开。这是法国巴黎16天上班情形，受到法国铁路顶真侪公部门工会大罢工影响，大部分的火车拢无驶，民众都在排队，但少数阁有驶火车，人坐甲随时拢是占用时段。Je pense qu'ils ont raison de revendiquer. Après, c'est vrai que ça impacte beaucoup de gens, mais voilà, faut le faire. Je sais pas si ça va continuer comme ça, mais j'espère qu'ils vont faire quelque chose pour arrêter ça. Mais...
地铁站拢伫排队，路中外地塞车，受到罢工影响，目前全法国共有三分之一高铁列车、四分之一快铁列车运行，真侪民众选择开车，结果路中车伤塞。巴黎甲市郊道路塞车路段有630公里，差不多是台北高雄来回距离。C'est n'importe quoi. C'est n'importe quoi. On est pris en otage, ça m'énerve. Voilà. 大罢工是为马克宏的退休改革方案，要将法定退休年岁为即卖62岁延长到64岁。地铁甲火车司机为特殊待遇，嘛拢要取消。全国统一实施积分制，即引起过了100万劳工生气。初五开始无限期罢工，17到13天，目前无停落来现象。若是继续落去，也难假期，恐惊会交通大乱。Donc pendant la période de Noël, les trains doivent circuler. Ils doivent circuler, pas pour le gouvernement, pour la CGT ou pour qui que ce soit. Ils doivent circuler pour les Français. Parce que les trains, c'est la France. Et que pendant la période de Noël, pendant cette période de fête familiale, tous les trains doivent circuler.要改善气候变迁，就要减少二氧化碳。以色列科学家即马有一项真特别的研究，就是用人工改造的大肠管管，变作会当吸收二氧化碳的管，也毋过即马敢若成功一半。地球上生物分两种，一种是异形生物，就是必须吸收糖类者养分来维持身体机能，大部分的生物属于这一种；另外就是自形生物，亲像绿色植物甲少数微生物，因吸收二氧化碳甲其他无机物质，转化作所需要成长养分。以色列威兹曼研究院的科学家所做研究，就是将世界因看到的大肠杆菌为异形生物改造，成做自形生物。We basically wanted to give them just a little bit sugar to enable initial growth, and then keep them for a long period in a starvation state for sugar, but on the other hand, constantly provide them with plenty of CO2.这原理就亲像不爱食青菜，囡仔爸母逐工无要还食肉，只准备一半一半的青菜，逼囡仔食落去。根据威兹曼研究院发表伫《细胞期刊》上的论文，这大肠杆菌也来吸收二氧化碳量，比吸收糖分甲其他养分较侪。This was the first time that in science such a transformation took place of converting an organism that is capableof only consuming sugar into an organism that consumes CO2 in order to produce its biomass. 科学家希望未来应用这人工改造的大肠杆菌协助地球吸收大量二氧化碳，降低温室效应。不过问题是，现阶段改造过的大肠杆菌虽然能消耗二氧化碳，最后却会排放更加多这温室气体。未来确实要达成科学家有上目标，要更加多时间做深入的研究和实验。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上界无用的迪拜机场宣布讲，对2020元旦开始要禁止使用一次性的塑胶产品。到时机场内底的店头就袂使阁用塑胶碗盘、杯啊甲塑胶。机场的免税商店人来来去去，中东国家杜拜两个国际机场，杜拜国际机场甲阿拉马克土姆国际机场是全球上无用的机场之一。每年都会有高千万游客来到这，不过这么多人也替机场出来很多塑胶废弃物，更是一年一次性塑胶垃圾都5500吨，让当局为了处理垃圾是真困扰，都决定为明年开始机场内商店禁止用塑胶产品。At Dubai International Airport is the biggest airport in the world for international traffic, and together with our partners, we've decided to ban single-use plastics from the 1st of January 2020. 机场集团要求所有店家承诺禁止使用一次性的塑胶制品，包括杯仔、塑胶甲各部落仔。其中，咖啡连锁店加世家宣布为1月份开始使用会当再生的食物性材料代替咖啡杯仔内的塑胶膜，然后佮使用100%的纤维。製造可以自然分解咖啡罐。
95% of our partners have actually made the pledge to switch from plastic to appropriate and relevant substitutes for some of the products that are used in catering and retail across the airport. 麦当劳也表态，会伫两个机场用会当回收的材料代替560万种的商品成分。佮伊伫澳洲引进各种无塑胶的创新包装技术，包括装冰旋风佮沙拉的插座元件、汤匙啊佮纸塑工。We will also introduce more sustainable packaging options, a recycled PET cold cup option, and our new avocado seed cutlery. We need those in the water and soft drink industries to push this initiative forward. And recycling. We as an industry need to identify more sustainable recycling solutions. 做环保，唔那企业伫拍拼，迪拜机场委托业者进行的调查显示，真侪旅客嘛伫减少使用易促性塑胶机会。爱炸珍珠的馆啊，旅游新客比例嘛增加袂少。即卖迪拜机场要投资装饮水机，嘛相信集团做法会有效的降价，塑胶粪扫利用到一年2000吨，变作全球其他主要交通中心甲组织要学的对象。记者综合报道。镜头转来咱国内，在地上大条来关心。第61线西滨快速道路往新竹新通的红坪磅空的北边，甲第一线相接的所在，昨昏透早开始封路。也毋过在地乡亲是认为讲，这条路封起来会阻碍地方的发展，祈求北部条的抗议。民众叫空气布条啊，大声喊讲反对封路的口号。第61西滨公路经过新竹县新丰乡红坪磅空的北口，甲主线相交接的第一线道路口，因为考虑到完工了后的安全问题，所以要来进行封路的作业。啊，不过说引起当地民众不满抗争。没有封的话，我来对面大概30秒了。如果封掉的话，我大概要花个10-20分钟哦。渔民、农民都要生活啊，那你现在封了路之后，那一些产业它怎么进出？出入口的时候有个高度可以做一个缓冲，然后方便我们当地居民的进出。施工单位指出，这路口伫咧崩坑甲路阶路段是真危险，要甲路口封起来是为着要维护通车了后的行车安全所做出来的决定。是封闭型的快速道路。哦，那所以它不能开设路口，开设路口万一出车祸，它非常的严重。哦，那尤其这边呢，刚好是处于下坡，哦，南下是下坡，我们现在是这个东边太阳，等到下午是西边太阳过来，其实会让人驾驶的眼睛根本就看不到我们的整个号志。当地民众建议用崩坑的方式让车路通行，啊，不过红皮崩坑北口伫咧军方设计的管制区，所以管道受到限制，无法度救援。施工单位表示，接下来会继续甲民众来进行沟通，希望讲会当找出解决的办法。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台中捷运要从登到彰化，也毋过即马彰化县政府甲彰化市公所有无共款的规划，所以交通部爱因超好势才报出来。台中捷运绿线明年底要通车，不过绿线通到彰化段煞出现变化。原本彰化县府甲台中市府讨论出来的路线，因为彰化市公所认为县府的规划无照准，在交通部开的第二遍审查会议当中提出市公所的版本，原本的计划予交通部退回。那目前看起来，它并未走到东区的核心区。也就是没有服务到东区90,000人口，所以对着当区扩大都是计划无真大的帮忙。林志贤认为，原本的规划除了无照顾到彰化市东区的民众，而且伫金马东路捷运绿线举一截站，嘛无甲彰化铁路高架化了后的金马站起做伙，造成班车无离边。不过彰化管府嘛对彰化市公所的规划提出质疑，整个路线的长度会变长。那整个经费还要再跟台中市重新讨论。那再来，圣安路目前的路宽只有差不多6-8公尺，那整个我们捷运的路网需要道路的宽度，是将近要20公尺。彰化管护表示，捷运路线通到彰化的规划，除了要让民众较利便，也要把用地取得跟时间地点的可行性、困难度拢考虑入去。今麦规划红退回。会阁甲台中市府、阁有彰化市公所进行协商，讨论出大家会当接受的方案，或者温安心的计划会当顺利进行。记者综合报道。
这几天真时间，也有真侪民众会坐游轮去佚佗。也毋过，假使讲这若是风浪伤大，也是天气较歹，就会改变行程，发生纠纷。消保处即马就公布定型化的契约。若是讲这风浪较大，改变行程爱安那赔，爱这拢实实在在写个清清楚楚。今年三月，有人参加旅行社奥克纳瓦旧关岛游轮行程，想要到四天三夜，不止无任何服务，到景点排队时间真长，业者甚至将责任甩给海上的通关，引起980位游客连锁抗议。今年八月，一名41岁女子参加游轮“太阳公主号”日本奥克纳瓦自由行五日游，刷波落海死亡，旅客无奈甲遗体共存三天。这几年来，游轮旅游市场成长真紧，暗个纠纷也真多。消保处第一摆公布。游轮国外旅游定型化契约，按算在明年农历过年进行，对应正式实施。个别旅游行呢，就不一定有领队，没有领队的话，可能在上下船的时候，甚至在一些食宿的安排上面，可能就没有像有合格领队这么的一个便利性存在。根据消保处统计，过去游轮旅游申诉案件主要争议有因游离旅客参团资格、旅程中签证规定、甲游轮上发生意外受伤时的处理机制，以及费用分担，甲领队的派遣者相关情形上多。因游轮大部分是国外业者过来只是代理，予旅行社简单对承接，即马有定型化契约后，明年契约审核期未当比三天较少。假使游轮是团体旅游，业者应该指派合格领队专程。随团服务也明定解约赔偿规定和基准，违反规定业者相关罚50万。因为游轮也是一样会受到天候的影响，三方的义务都要讲清楚。消保处也提醒，游轮旅游甲一般团体旅游无同，游轮本身就是旅游景点，而且可能因为天气因素改变航道、地势行程变化或者是经过，即爱尊重船长的指挥权。记者综合报道。在咱台湾各地头对涂骹挖出来的文物有几若百件，文组局第四当前规划讲要成立地区的智慧保管中心，16就伫咧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成立头一个智慧点仓库，要甲这出土的文物好好啊保存。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考古出土文件有数十件，目前整理典藏50000件。即马透过智能型自动化储藏系统，研究人员利用行动装置，为真济个储藏柜中导航系统，正确个找出需要研究文物，比过去用人工找找搁较省时省力。省落来，人力都会当替出土文物做搁较好个整理甲保管。我们可以提高一个非常大的精确度，而且也可以做到过去人力所。可能没有办法浪费时间去做的这种很细微的部分。全国各地考古出土的史前文物超过800件，要全部集中典藏不简单。文化部文组局四年前进行分区典藏计划，在北中南东四区成立区域保管中心典藏库，史前文物馆率先建立完成，包括典藏环境、人员、物品进出自动辨识记录，拢用科技系统监控，典藏品也会当在考古平台上展示，提供核实查询。我们已经先把我们国定考古遗址跟限定的考古遗址里面的一个典藏空间的资料，跟这个典藏文物的资料建立在一个平台上。虽然这套系统的典藏品拢会当伫平台上查询，也毋过依文组法规定，出土文物应该爱伫当地保存。也毋过伫台东出土的史前文物，也有部分藏伫台台。文组局表示会阁进行协调，还予史前馆。记者做下报道。地方放上头，咱来看就感动。搁伫咧民间的传统信仰内底，相信讲这会当止风、制煞、辟邪。为着要让更多人熟悉这个文化，现在宜兰县政府有办活动，我们做回来看。石壁上面有狮子头、顶顶的浮雕，通常在骑街的附近或者是大路口，都可以看到石甘灯。在民间信仰里面有制煞的功能，经过学者的调查发现，宜兰县内石甘灯就有80座，那宜兰市就占23座，是县内数量上最多的所在。这一座石甘灯呢，可以说是城内里面最大的，但最有特色的，它的雕刻啊，还有石甘灯的字体。都是非常符合石敢当
信仰文化的元素在里面。文书工作者表示，宜兰甲花莲厅顶内底，即阵发现的石甘灯就有十座，这唔呐代表石甘灯保平安真侪年留落来的文化。宜兰市公所佫较举办古城石甘灯的文化巡礼活动，希望予佫较侪人认识闽南文化的物啊。我们希望说，这些石甘灯早期陪伴我们一个信仰的过程，我们要继续来留存，作为我们共同来记忆，或者是这个作为这个教育资产的一个部分。石甘灯也常常去红看，这是安邦定国的基础。文书工作者和县政府希望会使带民众实际来参访石甘灯，让后代了解旧安临安的信念。记者综合报道。啊，若新明要出巡，有时拢会当看到伫咧新桥头前有人沿路伫放鼓吹。即马分林北港的艺术苏仁基，嘛予分林县政府登录做传统表演艺术，望讲会当把这项文化传落来。伫咧分林北港，因为不管是拢有伫咧热闹咧，桥前吹艺术，大家拢会互相比较甲拼场，虽然也演变出家己特殊的演奏方式。其中有一位对南北馆拢真熟手的艺术苏仁基，分林县政府的分处心机也改登录做传统表演艺术叫前吹。叫前吹哈，它的吹谱哈，鼓吹的吹谱哈，一般都是从北管里面的乐曲，它的过场谱里面哈，从中间截取一段出来作为引审的使用。那他们因为彼此竞争的关系，就发展一些比较特别不一样的吹奏方式。内行看布底，外行对人买。分鼓吹技术也要练三五冬，除了声音爱响亮，分的时阵也着爱会晓吞气。不过科技的发展，却也甲传统技术互相竞争。本地需要各类的人，才有多组成的叫前吹，适合录音带来代替。那叫前吹是北港很重要的一种文化资产，那就是古早伫个叫，每一点叫的头前拢有一个叫前吹，但是后来都被录音带给取代了。分林县政府希望透过文书审计的认定，对桥前吹这项传统文化重视和关怀，也期待热闹日的时阵，优美的鼓吹声音会当继续演奏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嘛是在分林那来的林北川有三分之一的乡亲是客人，当这时社区的居民就会做伙收客家鱼仔。这个一般营养无同的所在是客家营养收完了后爱先带好饼，但煮熟了后再淋土豆粉加糖，食落甜甜好滋味。冬节就要到啊，家家户户拢会伫这当阵食冬节圆。伫咧分林那内乡林北川，因为有三分之一的乡亲是客人，居民拢会做伙来烧客家圆啊，食一个甲平常时无同款的气味。它跟闽南人煮的汤圆不一样，它是汤圆要煮过才料要先拌起来，吼，所有料要弄好，然后另外一锅水就是要煮汤圆，煮熟了之后再捞过去，这样才不会红红的。客家鱼仔的客语叫做牛温水，特别的所在是爱心收好鱼鱼，才搁带饼，和一般咱看到鱼鱼的鱼仔生了无啥共，煮熟了后才也土豆粉和糖。收鱼爱搁带饼啊，系啦，这就是师傅形容讲，做人真圆满，真够了解事情。客家人就是他有一个名词叫牛温水啦，就是牛哈到那个一个皮塘里面再搞一个，牛温水好像一头牛在这样沾这样了。除了牛温水，佮有用虾做的捏板，拢是客家传统的点心，甜甜的芳馈是真侪人介意的好滋味。哦，甜甜的，啊香香的，那个里面的馅哈很香，艾草做的。是我们闽南人说的超阿贵，对对对，捏板在人做的啦。啊，只个贵咯，清明迄阵啊，人拢爱拜拜啊，拢做这個，啊贵。这个贵是清明的时阵，咱的即食做的吼，啊，这个汤圆是无限时间的。不管是客家鱼啊、牛粪水、糖粿，还是捏板，拢是特别的古早味，让大家当地冬节的时阵食到甜甜，心花开，庆团圆。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上心事，咱来关心。伫咧美国真出名嘅威士忌店，选出2019年嘅年度代表字，就是大家自开始在学英语嘅时，拢会学到嘅类。这个类是代表因是一群人嘅意思，也唔过即马这个用法有改变，是讲这个人
多一个人，就是讲伊感觉伊唔是查甫，嘛唔是查甫的迄个人，因为有一个新的意义，所以红选做年度代表字。Our word of the year for 2019 is they. The shifting use of they has been the subject of increasing study and commentary in recent years, and especially in the past year.Lookups for they increased by 313% in 2019. They 代表大部分的因，即个真侪人都学英文，一定爱学单字，随着时代改变，全新的定义。威斯利等今年九月份对推特宣布，即个嘛代表，毋是二元性别认同的人会当做单数。事实上，伫这之前，美国媒体已经伫使用即个单字做报道，以男女区分的性别中立代名词。英国歌手山姆·史密斯就摆伫 IG 发文，一世人拢伫家家嘅性别交战，较爱代名词是勒甲恁。迄当时威斯利等有关勒诉讼内容不增加真实。美国心理学会嘛建议，当所讲嘅人士性别不明，或是所讲嘅人士较用勒做代称，对当伫写文章嘅时，用复数代名词勒取代 he， 或者是 she 等单数嘅代名词。威斯利等决定顺应趋势，替增加新定义，这字嘛变作今年上热门的代表字。啊，那今年美国总统川普通欧盟的调查，定出现的字 “critical” 对价关系，加 impeachment 弹劾等字，嘛拢排伫威斯利等搜寻的前十名。记者综合报道。啊，那为着要庆祝音乐家贝多芬250岁的名单，德国举办要700场的庆祝活动。另外，贝多芬在世无完成的第十号交响曲，透过电脑的人工智慧，即马已经写出来啊，按算明年4月份会变表演。这个为音乐家所演奏的乐曲，是电脑人工智慧 AI 用语言识别技术做基础。根据贝多芬在世之前所留下来几只乐章，获以这位一代音乐大师的曲风所谱写的第十号交响曲。So ein KI-System lernt unheimlich viele Noten in unheimlich kurzer Zeit. Und die ersten Ergebnisse sind dann erstmal so wie auch bei Menschen, oder? Man sagt so, ja, ist vielleicht noch nicht so toll. Dann geht das weiter und irgendwann kommt der Moment, wo einen das System wirklich überrascht. AI 创作的交响曲，已经每年4月20日由交响乐团伫波昂公开演奏。这是德国各界为着庆祝乐圣贝多芬250周年名单的一部分。贝多芬1770年12月16日在德国布昂这栋最红色的厝出世。经过3年的整修了后，16开始重新开放给民众参观。贝多芬出世250周年的活动，一直到明年12月为止，拢总会有700场的活动举行。布昂这个精细的首都，希望透过这个系列的活动，带动观光消费。记者综合报道。啊，那中国即马嘛伫咧推撒人工智慧的科技，自中小学开始就有相关的课程，甚至即马也有家长甲3岁幼囡仔送去即民间的学校，伫咧学即电脑程式的设计。即马也有一个8岁查甫囡仔，已经伫咧网络开课来教大家安那写程式。今年8岁上海查甫囡仔 Vita 坐伫电脑头前，真有兴趣写游戏程式。做科技册翻译的爸爸，朝着伊为4岁开始接触程式设计，信用图代替编码，了后渐渐啊生出兴趣。即马因来当家己设计过关游戏，加上配爸爸更新 App， 今年8月份，搁做线上教学小老师，教人写程式。大家好，我是 Vita， 今天我来给大家上第8节编程课。中国这几年的发展机器人和人工智慧科技，推广全民智慧教育，已经在中小学加入 AI 相关课程，也在民间引起学程式编写的风潮。不少家长在囡仔上小学之前，就送去学电脑程式。一间北京的程式教育中心，上细汉的学员才3岁，也有囡仔要学 Vita， 已经有真大的方向。我未来也可以做一个是用中文来写出来解释来写出的这样的一个语言来写出更多的代码。不过中国目前的理想程式教育跟先进国家比起来，这是刚开始，因为时速不够，未来线上教学也得真热门。这几个月已有6万的追随者，拢是比未来年岁较大一挂的学生。我在教别人的时候，自己也有收获。未来爸爸就讲，就要继续学。我也跟他说，我说你也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你只是拍了几段视频，然后就是说
就是教的内容也不是什么高大上的东西，对吧？也是比较变成一个比较基础的，是吧？米塔甲粉丝表示，写天线是需要长期到你心里的挑战，不过只要有兴趣，不管什么时阵开始，拢未伤晚。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道者来关心天气，今仔日的天气甲昨昏同款，拢好天。也毋过对明仔载开始，东北季风会略略啊增强，北台湾的温度会开始下降。明仔载暗愈晚，雨会愈明显。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今日北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9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9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30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27度。外岛的温度是15度到26度。再来看未来三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司台记台的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祖，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